蹲一下，然后他开始退，退了之后一半二半两个领先完了，再蹲一下两下夹半，知道了，他会完了再蹲，对，明白了，我给您跪，幸福美丽代代相传。他说：“那个凤哥怎么了？”啊！站正啊！赶紧默默看一下，小手绢很美，辛苦了，好吧，这就好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在，就我。